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8人，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请议事人宣读报告事项。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8届第3会及经济委员会第13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2年5月20日上午9时3分至下午20时23分。中华民国102年5月22日上午9时2分至下午10时13分。地点：本院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李庆华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吴秉睿委员等55人。列席人员：102年5月20日，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宝基等14人。公平交易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秀明等13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署长郑章雄，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组长蒲国庆，内政部警政署安检组组长谢芬芬，交通部行政司检任计政郑宏正，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郑淑芳，法务部参事林秀莲。102年5月22日，经济上午。经济部部长张家柱等8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田水利处灌溉管理科科长李永忠等3人，财政部赋税署组长罗美忠等2人，内政部地政司专门委员施明士等2人，交通部路政司科长王基洲等2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土地管理处副处长谢雅杰，行政院卫生署疾病管制局检任计政王桂凤，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周文林，法务部参事林秀莲，主席黄召集委员招顺。102年5月20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渔业法增订第39条之一及第64条之二条文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陈超明等18人拟具渔业法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审查本院委员林代化等22人拟具渔业法第10条及第6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四、审查本院委员李应言等29人拟具渔业法第60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五、审查本院委员许忠信等18人拟具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处理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及其所属嘉畜卫生试验所、渔业署动植物防疫检疫局102年度预算冻结案等6案。一、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农业管理项下畜牧管理之奖补助费预算冻结1/10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二、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会强化动物保护行政管理计划业务费预算冻结1/10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三、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产销履历系统平台维运计划、建构产销履历之安全农业体系计划及推动畜产品安全生产及产销履历验证计划，预算冻结1/10一案，业已备妥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四、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会嘉畜卫生试验所税出预算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五、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会渔业署渔业管理处渔业用油补贴20亿2600万元外，减列2000万元，区域9亿0981万1000元，冻结1/10一案，业已备妥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六、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动植物防疫检疫技术研发预算冻结1/10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三、处理公平交易委员会102年度预算冻结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公平交易业务预算1/5一案，请列入议程安排报告案。委员陈超明、林代化、许忠信说明提案要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陈主任委员就行政院提案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及其所属嘉畜卫生试验所、渔业署动植物防疫检疫局102年度预算冻结暨公平交易委员会吴主任委员就公平交易委员会
102年度预算冻结案报告后，委员李庆华等17人提出质询，均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陈主任委员、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正副署长及相关机关人员及其答复。委员潘维刚、张家俊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请相关主管机关书面答复，并付之本委员会。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主管机关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付之本委员会。委员口头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1周内送交本委员会，并分送相关委员。决议一：行政院函请审议渔业法增订第39条之一及第64条之二条文草案案。本院委员陈超明等18人拟具渔业法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林代化等22人拟具渔业法第10条及第6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李应言等29人拟具渔业法第60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及委员许忠信等18人拟具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等5案，并案审查。审查结果如下：一、第10条条文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二、第39条之一条文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过。一、第一项句中含有受海盗威胁高风险海域者等文字修正为含有受海盗或非法武力威胁高风险海域者，并删除某句中外国籍等文字。二、第3项首句渔业人应令其雇用之私人武装保全人员等文字修正为渔业人应令其雇用非本国籍之私人武装保全人员。三、第4项删除首句中之海盗等文字。四、增列第6项中央主管机关应同意收集私人海事保全公司之相关资讯，以供渔业人参考。五、其余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三、第41条条文除删除第5项记中撤销等文字外，其余均照委员许忠信等人提案通过。四、第41条之一条文照委员许忠信等人提案通过。五、第41条之二条文不予增订。六、第41条之三条文照委员许忠信等人提案修正通过。一、第条次替移为第41条之二。二、第1项修正为经营娱乐渔业之渔业人应依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保险金额投保责任保险，并为乘客投保伤害保险。三、增列第2项前项伤害保险之受益人以被保险人本人或其法定继承人为限，并不受保险法第135条准用、第105条、第107条规定之限制。四、增列第3项第1项保险期间届满时，渔业人应予以续保。七、第43条条文照委员许忠信等人提案通过。八、第44条条文除增列第3项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依第1项规定公告前，应报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之外，其余均照委员陈超明等人提案通过。九、第60条条文照委员李应言等人提案通过。十、第64条条文照委员许忠信等人提案通过。十一、第64条之二条文除第2款句中所雇用之私人武装保全人员等文字修正为所雇用非本国籍之私人武装保全人员外，其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十二、第65条条文除第6款据首违反第44条等文字后增列第1项等文字外，其均照委员许忠信等人提案通过。十三、通过附带决议5项，请参阅相关内容至第8页。十四、院会交付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渔业法增订第39条之一及第64条之二条文草案案，本院委员陈超明等18人拟具渔业法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林代化等22人拟具渔业法第10条及第6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李应言等29人拟具渔业法第60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及委员许忠信等18人拟具渔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黄召集委员招顺补充说明。二、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及其所属嘉西卫生试验所渔业署动植物防疫检疫局102年度预算冻结案等6案，处理结果如下：一、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农业管理项下畜牧管理之奖补助费预算冻结1/10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
准予同意动之，提报院会。二、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会强化动物保护行政管理计划业务费预算冻结1/10已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准予同意动之，提报院会。三、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产销履历系统平台维运计划、建构产销履历之安全农业体系计划及推动畜产品安全生产及产销履历验证计划，预算冻结1/10已案，业已备妥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准予同意动之，提报院会。四、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会嘉义卫生试验所税出预算冻结1/5已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准予动之，提报院会。五、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会渔业署渔业管理处渔业用油补贴20亿2600万元外，减列2000万元，其余9亿981万1000元，冻结1/10已案，业已备妥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准予同意动之，提报院会。六、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及其所属动植物防疫检疫技术研发预算冻结1/10已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准予动之，提报院会。三、公平交易委员会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公平交易业务预算1/5一案，请列入议程，安排报告案，准予动之，提报院会。102年5月22日上午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陈根德等17人女婿温泉法增订第8条之一条文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苏清泉等24人女婿温泉法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三、二、继续并案审查本院委员林明珍等23人女婿水利法第8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杨琼英等20人女婿水利法第82条、第83条及第8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苏正清等20人女婿水利法第82条、第83条及第8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陈超明等41女婿水利法第82条及第8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严宽恒等20人女婿水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三、处理经济部及其所属工业及水利署102年度预算冻结案等8案。一、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乐活菜市宅竞争力提升计划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二。二、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科技专案预算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三、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部工业及工业管理预算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案。四、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推动节水型社会计划预算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五、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台北水源特定区保育实施计划第2期预算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六、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水资源科技发展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七、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部水利署水资源开发及维护及水利建设及保育管理预算冻结相关项目计5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八、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河川海岸及排水环境营造向下地下水保育及水文观测计划预算冻结相关项目G22，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委员苏正清说明提案要旨，经济部张部长就委员提案及经济部及其所属工业及水利署102年度预算冻结案报告后，委员许忠信等14人提出质询，均由经济部张部长、水利署杨署长、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土地管理处谢副处长及相关机关人员及其答复。委员杨琼英、潘维刚、高志鹏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请经济部以书面答复，并附资本委员会。委员口头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经济部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资本委员会。决议一，本院委员陈根德等17人女婿温泉法增订第8条之一条文草案案，
委员苏正清等24人拟据温泉法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等两案并案审查，审查结果如下：一、第8条之一条文除手记中揭露及等文字修正为定期监测及揭露野溪温泉水质，并于野溪温泉附近外，其余照委员陈根德等人提案通过。二、第31条条文修正通过内容如下：一、增列第2项但书，但经依本法公告划设之温泉区，如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认为因天灾复建、安迁或涉及国家土地管理政策调整需要，且无地质灾害之余，得报经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原住民族委员会及中央观光主管机关核定后公告延长改善之4项及期限。二、增列第3项前项延长改善之期限不得逾3年。三、其予维持现行条文。三、通过附带决议1项，请参阅内容。四、院会交付审查本院委员陈根德等17人拟具温泉法增订第8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委员苏清泉等24人拟具温泉法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黄召集委员招顺补充说明。二、本院委员林明珍等23人拟具水利法第8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杨琼英等20人拟具水利法第82条、第83条及第8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苏正清等20人拟具水利法第82条、第83条及第8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陈超明等41人拟具水利法第82条及第8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严宽恒等20人拟具水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等5案并案审查，审查结果如下：一、第78条之二条文，赵委员严宽恒等人提案修正通过。一、第1项维持现行法条文。二、第2项修正为前项河川区域因市实际需要办理地方说明会，但以依河川治理计划办理地方说明会，且其河川区域未超出用地范围限者除外。二、第82条文修正通过内容。第82条条文修正通过内容如下：一、第1项修正，水道治理计划线或用地范围线内之土地，经主管机关报请上级主管机关核定公告后，得依法征收之；未征收者，为防止水患，并得限制其使用。二、增列第2项，水道治理计划线或用地范围线内之土地，经公告实施后，主管机关应定期办理通盘检讨，但因重大天然灾害致水道剧烈变迁时，得适时修正变更。三、增列第3项，主管机关第一项公告之水道治理计划线或用地范围线内施设防洪设施所需之用地，或依计划所为截弯取直或过大通洪断面办理河道治理，致无法使用之用地及既有堤防用地，因是实际需要办理征收。四、增列第4项，依第1项自备限制使用之私有土地，其位于都市计划范围内者，如未办理征收、期段征收或水利地重划者，得准用都市计划法第83条之一、第2项锁定办法有关，可移出容积订定方式，可移入容积地区范围，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积上限，移转方式或作业方法等规定，办理容积移转。五、增列第5项，前项容积移转之换算公式，由内政部会同经济部订定。三、第83条条文修正通过内容如下：一、第1项修正为巡查洪水位行水区域之土地，为防止水患，得限制其使用，其原为公有者不得移转为私有，其已为私有者，主管机关因是实际需要办理征收，未征收者，为防止水患，并得限制其使用。二、第2项维持现行法条文。四、第83条之一条文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五、第91条之二条文，赵委员严宽恒等人提案通过。六、第97条之二条文不予增订。七、通过附带决议1项，请参阅内容。八、院会交付审查本院委员林明珍等23人拟具水利法第83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杨琼英等20人拟具水利法第82条、第83条及第8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苏正清等20人拟具水利法第82条、第83条及第8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委员陈超明等41人拟具水利法第82条及第83条
条文修正草案，委员严宽能等20人拟具水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黄召集委员招送补充说明。三、经济部及其所属工业及水利署102年度预算冻结案等8案处理结果如下：一、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乐活菜市仔竞争力提升计划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准予动支提报院会。二、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科技专案预算编列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除继续冻结3000万元外，其已准予同意动支提报院会。三、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部工业及工业管理预算冻结1/5一案，1/5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列入议程，准予同意动支提报院会。四、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推动节水型社会计划预算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准予动支提报院会。五、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台北水源特定区保育实施计划第二期预算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准予同意动支提报院会。六、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水资源科技发展冻结1/5一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存以同意动支提报院会。四、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该部水利署水资源开发及维护及水利建设及保育管理预算冻结相关项目计5案，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存以动支提报院会。八、经济部函为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河川海岸及排水环境营造向下地下水保育及水文观测计划预算冻结相关项目计22，业已备妥相关报告资料，请安排报告案准予动支提报院会。临时通过临时提案1案，请参阅内容。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哈，针对上次议事录有没有异议？请廖委员，请廖委员到发言台，因为要做记录。好，主席，各位委员哈，关于今天的这个议事录啊，请主席再看一下。我们决议第11页的这个决议第一案的第二款，是第二款。1、2、3、4、5第4行当中，得报经中央主管机关会同原住民主委员会，正式的全选的一个是行政院原住民主委员会，请做更正。好，那我们因为那个政府的机关。原住民委员会的权限是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好，那我们这个整个的那个条文，好，内容议事录内容就照廖委员所建议的这样子更正。这个在哪里？报告主席，另外啊，在第6页的这个部分。第6页，关于温泉法第31条的条文，渔业法。渔业法。我们在审温泉法的时候。这个第二款第6页哈、啊，第二款第九点啊，这渔业法第60条照李应元委员等提案通过啊，其中第2项的首句啊是第44条第1款第2款应该修正为第44条第44条的第1项第1款第2款以上。
好，谢谢廖委员，那个记录拿给我，因为第44条已经本来是只有一项，后来变成已经有三项，所以第60条的部分，哦，里面所提到的第44条，哦，的部分，哦，我们就加上第一项，哦，然后这样子这个条文条次比较明确。那需不需要再重？那这个议事录修正后确定，不需要再重新宣读这个修正的部分哦。好，那我们议事录修正后确定。那请议事人宣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未审卷部分，宣读完毕。现在介绍在场委员以及各位首长。首先介绍廖国栋廖委员，接下来介绍简东明简委员，接下来请为各位介绍林昌明委员、徐耀昌委员、张家俊委员、黄昭顺昭委、丁守中委员，还有赖世宝委员。现在介绍与会各位首长，首先介绍经济部杨国新杨正次，经济部会计处张信一处长，能源局李军李组长，国营会刘明忠执行长，台湾电力公司朱文成总经理，林宏远副总经理，行政院主计总处邬忠信科长。好，现在处理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未审卷部分之预算，请议事人宣读，并请一并宣读委员之提案。核能后端、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参与预算书，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数部分，一基金来源109亿347万8千元，二基金用途10亿4974万9千元，三本期剩余98亿5372万9千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补办预算无列数。委员提案：第一案，为确保现有核能设施除役后之安全，原要求经济部及能源会应对台电公司之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之相关作业推动予以加强控管，并因核能反之除役之需要，提案人高志鹏、陈明文、丁守中联署人苏正清。第二案，为确保现有核能设施除役后之安全，要求经济部及能源会应对台电公司之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之相关作业推动予以加强控管，并因应核能发电厂除役之需要，提案人黄伟哲、陈明文、高志鹏、丁守中联署人苏正清。第三案，经济部及能源会应确实督导台电公司加强控管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之相关作业办理进度，以落实因应现有核能发电厂除役需求，提案人苏正清、黄伟哲、丁守中联署人陈明文、高志鹏。第四案，原定100年选定最终处置厂址，已延至105年6月，因此要求台电公司应积极推动选址作业，以早日完成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厂之设置。提案人黄伟哲、陈明文、高志鹏、丁守中联署人苏胜清。第五案，应及早规划核三厂提前除役计划与相关评估作业，以确实维护核三厂临近区域人民之身家安全，以及垦丁国家公园珍稀之自然资源，避免日后造成难以挽回的核灾浩劫。提案人苏胜清、黄伟哲、丁守中联署人陈明文、高志鹏。第六案，难以储存厂废置废弃物同检，对不起，蓝屿储存厂废弃物同检整重装作业进度严重延宕，核后端基金将检整作业进度之延宕完全归责于
不可抗力之天候因素，在经济部国营会要求下，已于101年8月23日提报惩处名单，既有4名人员遭到申诫处分。原要求经济部基于主管机关之立场，应查明承包商及经办人是否有相关违失责任，并将查核结果送交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高志鹏、陈文元丁守中、联署人苏胜清。第七案，查蓝鱼储存厂废置物桶检层桶装作业进度严重延宕，核后端将检装作业进度之延宕完全归责于不可抗拒之人天候因素，为在经济部国营会要求下，于101年8月23日提报惩处名册。经济部基于主管机关之立场，应查明承包商及经办人员是否有相关违失责任。提案人陈明文、黄伟哲、丁守中、苏振清、高世鹏。第八案，提案要求台电在妥善处理现有核料、核废料置放问题前，不得于核市场置入燃料棒。提案人陈明文、黄伟哲、丁守中、苏振清、高世鹏。第九案，要求核后端基金及台电公司应于103年前妥善规划，并将相关计划送至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审查，以应应核能发电厂除役需求。提案人黄伟哲、陈明文、高志鹏、丁守中、联署人苏振清。第十案，要求经济部台电公司应立即针对运转中核电厂提早除役提出规划方案。提案人高志鹏、陈明文、丁守中、联署人苏振清。第十一案，由于核能电厂除役亦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且除役作业涉及核废料处理、储存等设施之新建规划，原要求核后端基金及台电公司允应尽早妥善规划，以应核能发电厂除役需求。提案人高志鹏、陈明文、丁守中、联署人苏振清。第十二案，核后端基金102年度预算编列捐助补助与奖助费用计3亿1264万7000元，建议主管机关应研议建立回馈机制之法律基础，以辅依法行政，并维护民众权益，减少未来纷争。提案人高志鹏、陈明文、丁守中、联署人苏振清。第十三案，核后端基金旅运费编列1975万8000元，提案酌予减列旅运费526万元，并冻结700万元，是其就国外考察具体计划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苏振清、黄伟哲、丁守中、联署人陈明文、高志鹏。第十四案，核后端基金印刷装订费与广告费计编列9827万1000元，提案减列5000万元，提案人高志鹏、陈明文、丁守中、联署人苏振清。第十五案，核后端基金编列核后端基金印刷装订与广告费科目计编列9827万1000元，提案删除该项经费1/2。提案人陈明文、黄伟哲、丁守中、苏振清、高志鹏。第十六案，核后端基金印刷装订与广告费编列9827万1000元，提案减列4827万1000元，提案人苏振清、黄伟哲、丁守中、联署人陈明文、高志鹏。第十七案，核后端基金编列印刷装订与广告费9827万1000元，提案减列4000万元，提案人黄伟哲、陈明文、丁守中、联署人苏振清、高志鹏。第十八案，核后端基金专业服务费编列4亿8467万5000元，提案减列1/2，并要求未来公开相关研究均应公开招标。提案人陈明文、黄伟哲、丁守中、联署提案人陈明文、黄伟哲、丁守中、苏振清、高志鹏。第十九案，核后端基金专业服务费共计编列4亿8467万5000元，提案减列预算2亿272万8000元，提案人黄伟哲、陈明文、丁守中、联署人苏振清、高志鹏。第二十案，核后端专业服务费编列4亿8467万5000元，为避免外界质疑政府维护政府之公信力，原要求办理委外案件发包时应注意球员兼裁判之情况，并提案减列核后端该项基金1亿元。提案人高志鹏、陈明文、丁守中、联署人苏振清。第二十一案，核后端基金专业服务费编列4亿8467万5000元，提案减列1亿元，并冻结其余数1/2，视其落实检讨改进委办案件发包作业，并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黄伟哲、丁守中、联署人苏振清、高志鹏、陈明文。第二十二案，核后端基金捐助补助与奖助费
计3亿1264万7千元，提案删减其二分之一，并要求该基金遵节公遵节开支。提案人陈明文、黄伟哲、苏振清、高志鹏。第23案，合作端基金捐助补助与奖助费用计3亿1264万7千元，提案减列预算1亿元，并尽速检讨统筹建立回馈机制之法律基础。提案人苏振清、黄伟哲，联署人陈明文、高志鹏。第24案，合作端基金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费捐助补助与奖助共计编列3亿1264万7千元，提案减列预算删减1亿元。提案人黄伟哲、陈明文，联署人苏振清、高志鹏。第25案，合作端基金低放射性废弃物处理及储存计划编列预算1亿3379万5千元，提案减列879万5千元。提案人苏振清、黄伟哲，联署人陈明文、高志鹏。第26案，合作端基金低放射性废弃物处理及储存计划服务费用预算编列5781万5千元，提案减列二分之一。提案人黄伟哲、田秋瑾，联署人苏振清、高志鹏。第27案，合作端基金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计划编列2亿9533万1千元，提案减列1亿4533万1千元。提案人苏振清、黄伟哲，联署人陈明文、高志鹏。第28案，合作端基金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计划服务费2亿6427万6千元，提案全数删除。提案人黄伟哲、田秋瑾，联署人苏振清、高志鹏。第29案，合作端基金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计划上下业务宣导费7344万8千元，提案减列业务宣导费预算4500万元。提案人苏振清、黄伟哲，联署人陈明文、高志鹏。第30案，合作端用过核子燃料储存计划专业服务费预算2335万元，提案减列二分之一。提案人黄伟哲、田秋瑾，联署人苏振清、高志鹏。第31案，合作端用过核子燃料棒最终处置计划服务费用编列1亿7673万9千元，提案全数删除。提案人黄伟哲、田秋瑾，联署人苏振清、高志鹏。第32案，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计划向下编列办理低放射性最终处置计划工作经费2亿9533万1千元，提案冻结2亿9533万元之二分之一。提案人陈明文、黄伟哲、高志鹏、苏振清。第33案，合作端基金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计划编列专业服务费1亿6830万元，提案冻结二分之一，是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苏振清、黄伟哲，联署人陈明文、高志鹏。第34案，合作端核子设施厨艺拆厂及废弃物处理最终处置计划向下编列预算1亿2522万4千元，提案冻结二分之一，是就该厨艺准备委托调查研究项目与具体效益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苏振清、黄伟哲，联署人陈明文、高志鹏。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协商。验表。科长，拿一份这个。好，开始。第一案有没有各位委员？哎，好，先议的。来，请问各位委员。来，进一步第一案有没有说明的？市长，来麦克风。可以，那就节省时间了。好，快点哦。先讲，第一案有没有意见？跟各位委员报告哈，从第一案。好了，哪些有意见的？好，我想提出来有关主角方面。第一案没问题嘛？第一案请你们加强管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好，都没有问题哈。一二三四，对，好那。第五案我们建议，我就修正第六案也没有问题哈。第五案怎样？第五案我们等一下建议修正啊。第六案没有问题，第五案先保留一下哈。好。什么问题？我们是先把它念完以后再。我跟你讲，我们一个，你像，哎，今天不是你在 order 哎，是我在 order 哎。现在第五案。好，第五案请进一步说明。第五案的话，因为翻到第五页嘛哈。那因为这是提到有关于那个提早规划、提前注意相关评估作业。新闻提早规划有错吗？对，我们是建议哈，就是说他什么时候开始除役哈，还有一定的程序，是不是可以把提前两个字拿掉？因为那个提前除役计划了，还有及早。核三厂提前除役的计划及相关像你可能会下雨要带个伞，对啊，不可以。因为他是他的计划是提前除役计划，提前除役的，你那不见得要落实，只是可以。哎呀，这种东西哦，是我了解，在我们就好不好？那第五案通过，是专案通过，这东西没有什么强，没有什么那个。第六没有问题哈，第六没问题，第七案啊，第七案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第八案的话哈。我们想建议一下，就是说，因为这边提到是，我们昨天就特地提早提案，就早印给你们，你们就要应该准备好啊。是，我报告一下，我们是建议说哈，在那个最后两行，原提案要求台电公司在妥善处理现有核废料处置放置问题，那后面钱不得于核市场，置入能量棒这几个字，我们今天换掉。我们觉得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看到美国最近对这个印第安角的这个判例，美国上诉法院在去年的七月做出判例，停掉了19个这个核电厂所有的这个执照相关的这个延役的这个情形，就是因为燃料棒没有处理好，它后面就不发了，就这样子，一样啊。你只要看，随便你打一个 U.S. decision on nuclear power plant， 这个就全部都是这些相关的新闻呢、啊。我报告委员，我想啊，这个核一、核二、核三的事情哈、啊，我们核四的事情是不是另外单独的一个处理，而不是把它串联在一起？核四就是我们要反对的，所以说就是要串联在一起。不是核废料，这个核废前面的核废料跟这个新的燃料啊，这个核市场啊，置入燃料啊，这个放在这个仓库里面，它并没有发电啊，其实也没有问题。已经跟我们立院的那个院会决议相同的，做成不能放燃料棒。这个那个相关的这个事情已经有做成这样决议了，有什么差别？第八了。不是，这个里面有两种，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把这个燃料棒插到反应炉里面，这是一种；一个就是说我运到了核市场。现在已经放在核市场了。对啊，不得置入，不得于核市场置入。这个就是先置入这个动作啊，放进去燃料棒这个动作，并不是说放在核市场。这个叫什么？插运炉，反应炉里面置入燃料棒。好，它现在已经事实上已经放到已经在核市场了。不过跟委员报告，不好意思，我是台电公司啊，请说，金山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议案是针对说我们核一、二厂已经产生的这些用过核子燃料，
后续的妥善处理了。那跟核市场什么时候放入新燃料棒哦，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那你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妥善处理了，很危险的。我们现在还是有，因为现在是放在水池，那现在在建干涉储存设施，所以我们是建议委员说，因为它这个是既有的已经产生的，跟将来核市场要放的是两个不同案子，是分开处理，这样比较。那这一件我们是建议说，这个督促经济部哈，督促台电加速完成核一二厂的用过的干涉储存设施，来解决燃料储存量很不足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样嘿。好了，那就分案处理了哈，好不好？啊？哦，你看怎么样？把核数另外做处理的哈。因为整个案子的续案都是核一核二，到了最后一句突然跑出来核四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分开，那我们要讲说要分案要处理，要提案要求台电要处理妥善处理核市场燃料棒废。其实我觉得这个精神跟美国最近的这个上诉法院做成的决定是一致。嗯。哦，要改说要求台电加速完成核一二厂干式储存设施，以解决核一二厂燃料棒燃料什么燃料池容量不足之问题。那可是你没有这个关于核市场那个燃料棒，那可能这样吗？丁委员，这比较实际啊，跟实际比较能够衔接了。嗯，表达实际的情形就是这样。为加速完成核一核二厂储存干式设施，以解决核一核二厂燃料问题。OK， 好了，好吧，好。第八案经过修正后通过。第九案，第九案的话，第九案有问题，有问题，我报告一下哈，因为这个有关于什么都有问题。我这个案子是我澄清一下，请你们送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来审查。不，那个、有问题啊。那个基本上程序上应该是这样，跟委员报告了哈，而且是明年呢、欸。对不起。跟委员报告，我们依法，我们前面也提到说要104年前提出除役计划，那在依法这个除役计划是要送给原子能委员会审查、审查通过后，我们继续来执行这个。我跟你讲，这样好不好？那这边我们是不是说，这里我们是不是要改成将相关规划情形？啊，因为我们计划是104年才提出嘛，我们规划情形。我跟你讲，我们就不讲审查了。哎，是，不要讲审查，好，可以可以。像。相关计划、相关规划情形送至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要审查两个字，不用审查两个字。好，可以，可以，好，可以，可以。好。US Freeze 多少？美国的这个nuclear 相关计划好了，维持计划。就是核废料燃料棒储存在原来的电厂里面。就审查两个字提掉。李委员帮你签这个。市长，现在多少新闻？美国因为上诉法院拿掉审查两，我们就。有相关计划可以吧？我就把审查两个字拿掉，就把你送过来啊。好，可以可以。第九案修正后通过。第十案我们是不是建议啊？因为跟第八案哈雷同，文字可以比较来修正。因为这，请你们提早提出规划方案。啊，你可以说规划结果，你们是认为可行不可行就好了、啊。为什么不行呢？真是。提出你们规划方案，你规划方案没有讲说。不是这个规划方案对啊。一定要除役啊，这个叫你提到规划。我想说，我们就遵照委员的意见哈。第十案通过，第十一案。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二案。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三案。三预算的。下边三预算。昨案三减。余运费526万，冻结700万。我建议一下，是不是因为计划哈？主要我们今年度余运费增加，主要是为了那个拆厂的问题哈，到国外去研习，是不是我们可以预算可以删，但是不要冻结？可以删，不要冻。哎，对，有建议526，我们可以同意，但是不要冻结。好，维持运作。这些都是，你看这些都是。好，我跟你讲，停掉了49个的这个，我们就。各位委员，对于这个第十三案3526动700，有没有意见？因为比去年度增加264%，增加两倍。你是不是可以不要冻结了？我们可以删了，可以删，好，可以删哈，好不好？我们就326万，但是不要冻结。好，好，好不好？
就改为删除删减526万。就记点就好了，后面就不用再写。哎，然后第十四案，报告委员，第十四案是也关于提到印刷装订广告费嘛？那建议3500000了，我们是建议是不是14、15、16、17跟29万，其实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允许我们一起来看？好，你现在大家各位委员对于删减额度来提出建议吧。这个五千万有删减5000万的，有删减4000万的，有删减1/2的，有删减4、8、27万的四个案。现在你们都在做支持合适的广告，是说要把它删掉。嗯，那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哈，14、15、16、17跟29万并案办理哈，那就照高志鹏委员的5000万。对，我就说要删多少？删就是删5000万，删五千万。对，好，那15、16、17、29万就并案处理掉。当然哈，14、15、16、17、29并案处理。对，删五千万。删减5000万。总额就删5000万。对。因为你们和后端都让台电借光了，是吧？现在他们做那个这个里面的广告，这个印刷出来的，到现在还在讲核电发电只要7.2毛，他全部都保持。那这个下面的业务先导入。第十九案。能源部发电那都没有7毛。第十九案哈，18案，对不起。第十八案。我们是建议说，我们来是不是先看第十九案？我们从十九案来讨论，好像内容是一样的吗？对对，第十八哈，19、20、21、27、28、30、31、32、33、34都是同样的内容。这是最糟糕的。自从福岛事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啊，明白的要求各国啊，对于原子能的这个应用单位跟它的监督单位，应该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明确的划分界限，不得有这个利益冲突的这个情形。我们结果，我们原能所的大部分经费是台电来的，这台电变成原能所的衣食父母了啊！难怪会造成这种情形呢。他怎么做裁判啊？他怎么做裁判？他的经费大部分是台电来的，这最荒谬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他怎么做监督这个角色？而且跟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规范完全的违背。来，台电说明一下。研究所，核研所，对啊，对啊。因为核研所是个研究机构啊。那一样啊，那你在原子能委员会之下，它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智库啊。不，就像那个一些研究机构一样，他的这个信誉啊，他的独立的信誉啊，那就应该要独立出来啊。既然这个他既然是属于原能会下面，那原能会又是监督单位，然后核研所又是原能会的智库啊，等于是最这大脑一样啊。是。那他在所有的评鉴方面，他的经费来源，他大部分来自于台电，那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这个跟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这个规范也是明白的抵制的。明白抵制，国际原子能总署在福岛事件发生以后，做成两个主决议啊，一个就是要求各国提升核能监督单位的专业性，它的位阶啊，它的独立性。就我们政府的行政院的改组里面，我们又是跟人家背道而驰啊。结果我们在这个经费方面，我们一起调查，每年几亿几亿的经费都是来自于这个台电，这个是荒谬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他的这个其他的问题，我们砍掉。这个我们支持也要有一些这个，因为我们那你表示你从别的地方编预算，那你才维持独立性，否则看台电脸色。所有的这些你们的原子所这些下面的官员，每天在台电跑，那么像跟人家伸手要钱的，就是手短嘛，就是嘴软嘛，就是这样子。但研究所它不是管制机构，我们要听这个原子能委员会的管制。原子能委员会它是上级机构，可是核研所是原能会下面的一环呢、啊，对吧？它是它的这个什么情形呢、啊？它就是它的下面的下属啊。至少核能所是原能会的幕僚机构。对啊，它是核心幕僚机构。拿你们的钱，那幕僚机构做出的建议，难怪会做成石门国中是要规划在核二厂发生危机的时候作为疏散的这个单位，结果石门国中只有。194个学生竟然要收容20000多人，荒谬！这种操作情况，处长，核研所他没有错，他是原能会的下属机构。可是因为台湾只有这样一个核能研究机构，那就要独立啊！他是像我们政府的决策都跟他国际的规范不接轨啊！支援原能会的这个管制业务跟
长久以来、啊、台电是分开的、就是、长久以来台电变成核研所变成原能会的衣食父母，这个就是荒谬的事情。像美国 NRC 它一样，它也是有一些案子是那自从美国这个可是现在国际原子能总署能源部的，它还是 IEA 现在做了新的规范以后，人家就区隔了、嗯、对不对，人家就区隔了，而且人家也判了，上诉法院也判 NRC 这个违反这个核研的这个安全规范，准许各电厂继续把核废料棒还放在电厂里面，他就停掉他的19张核发执照啊，他也必须要遵从上诉法院的这个依据啊，就是这样子。这个要改就是要改，我们国家这种制度啊，这种不清不楚啊，这种打混的，这种选手兼裁判呢、啊，变成台电变成原能会的衣食父母，这种难怪我那时候讲说，每年预算里面看我们是2亿多，结果这个原能会的这个主委自己跟我们讲，不是2亿多，8亿多，每年来拿8亿多是从台电来的，荒谬。那各位委员对针对这个，来这个我们是支持的哈，这个应该要删掉了哈，因为啊从以前到现在，整个核货端基金哈，这个本来是做整个后续的这个啊核废料的处理，结果到目前为止，你看看从以前到现在，什么低储存的、带燃移的那些哈，流出流汤的一大堆地方社废料。骗钱的一大堆，什么粉刷的，到最后无疾而终。你看看，钱都核端基金都被超过一用了。现在到目前为止啊，这些要留着下一代祖孙要怎么来做处理？是不是？下二次，这不明不确嘛？哎，跟国际的原子能总署的规范对呀、啊，玻璃嘛。我跟各位委员报告这样子好不好？这个制度上面的话呢？各位委员说的这个编制上面也许有一些不尽理想，但是现在的制度，但是违法不是不尽理想，倒也没有违法，那不为什么不违法，那个违反整个那个这好高，我可以告诉你，美国这个核子能委员会跟你们纠正多少次，这个东西就要怎么样做处理，你们到现在为止有吗？不，没有按照那个规矩，没有按照那个技术，你可以做储存吗？跟委员报告就是。那你政府怎么来的？现在核能研究所是在原子能委员会下面。那我想哦，那包括立法院、包括经济委员会也常常会决议要我们去做一些研究啦那些。所以是不是这个预算可以酌减，但是不能够全部取消？将来否则的话，是啊，做那么多年了，没有效力，而且哈、哦、越来越严重了。整个核货端基金都长期以来到现在，你看看归空了，本来是说设限80%，结果你们预算是超过了，你知道吗？啊，怎么还债你们也不提呀、啊？在今年底之前绝对可以达到低于80%，什么低于80%？是吗？对。但是80%你还有88%，你要用什么来偿还？你负债呢？对不对？委员会你只有心里面再怎么想，就想着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呢、啊。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台电跟核后端借了2000多亿，台电本身已经负债了3000多亿。那么再跟就是说，这2000多亿台电要拿什么还？因为这正是将来核能电厂除役所需要的这个钱、啊，这我们也蛮担心的。那所以说，现在看核后端基金，现在对于专业服务费的部分，它编了蛮多的，那各位员有各种删减的版本，好、哦，那看台电，你们看经济部台电这边，你们觉得怎么样？要把我们要做综合处理的，请委员提案，我们就处理了。来，廖委员，我觉得委员的说法都非常有道理哈，但是我唯一有关蓝屿的相关这个后置费用啊，请不要删除。哦，请不要删除，其他的你删都没有关系，就是蓝屿那个不能删了。蓝屿的不要删，来，有18案提删减1/2，19案删减2亿272万，20案删减1亿元，21案删减对吧？1/2，删减1亿，其余冻结1/2。来，各位委员，是哪一个？删减1亿不包括蓝屿、那个工作需要吗？好，需要的经费不能删。好，就是继续寻找那个新厂址的
地方，那个也不能去占。跟各位报告一个那个根本什么寻找新场址，平常心想你们去公所骗一骗，说好了这个程序就这么走，那你预算就可以动用，结果到最后有哪一个可以同意的，你告诉我谁可以保证，这好像金光党一样在那骗钱的，对不对？好，那各位根本不可能啦，台湾再怎么样哪个地方可以准你的。好，你可能 你要那签约书出来的话，我们就同意，好不好？现在除了就是廖委员提到说蓝屿的地方不要删减，然后朱总，你是要寻找新场址不要删减，并二十，我们是建议就是说哈，请说，十九、二十、十八、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一、二七、二八、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你其实都是在讲的都是专业服务费了。二七二八，好，那十八到二十一的话，我们是建议删1亿4800万。一样对，像我们的原子能法里面规定的很清楚，我们要跟国际都要接轨，办法这些是相关的。那人家好了，做人决定。好了，个案了，个案处理的。好，那个案处理是怎样？现在十八，十八开始。十四案开始的。十八，没有了，您到哪里？都是专业服务费了。十八、十九、二十、二一都是专业服务费了。那专业服务费的科目，各位委员要删减多少？1亿4000万。两亿，删减两亿，好，那有没有？我们就删减两亿。十八、十八、十九、二十、二一，减两亿。就你们可以请更客观、公正的清华大学学术界来做啊，台大中研院的这些来做啊，你就选手兼裁判嘛，是出出放水嘛，好，监督机关又拿你们的钱乱搞。22案。22、23、24，好，谈的都是那个有关于捐补助的问题。捐补助，你们的捐补助给谁啦？我们这个三亿一千，我报告一下哈，这里边三亿一千捐补助给所长做健检还是怎样？这里应该不会有这个事，没有。我报告一下，把明细拿来了，明细拿来检讨，好不好？主席啊，电写，我这电写。不是，把明细拿来嘛，印尼法律规定嘛，好不好？来，副总，你可以告诉我们捐补助有什么东西？愿闻其详。现场周边的这些社区的是吧？对，我报告一下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低放啊，储存啊，它依照公式算就6300万嘛。低放蓝屿的，对，全部都有的，包括合一二三，也做不好啊。合一二三厂存放的低放也是有回馈的一个规定，这个总共变了6321万8嘛哈。那另外一个废料仓库新建回馈跟在我们的要点差不多要40万，用过核燃料储存了，现在放在合一二三厂里面也总共编了9396万9000块，这是按照公式算出来的哈。那干式新建依照规定，我们编回馈的一个规定，我们是编了1.2亿元。1.2亿。对，这是蓝屿吗？干式储存没有蓝屿，这是新的厂址在准备。不是，是备在那儿。那核业厂的干式储存新建工程，它工程期间要回馈，所以是按照那个其中编了1亿2哈。那这些价钱总共大概2亿7758万7000块。那另外公投我们是编，因为厂址我们的依照规定，我们会给他回馈1500万，因为公投一个1500万。公投啊，公投的公投，厂址公投决定公投的时候，我们有个回馈的这样的配套措施哈。对，选址公投准备。为什么公投要回馈？就是说一个，就希望说他通过就对了，只要答应公投，你们就给钱，是不是？这简直是贿赂跟收买啊！是政策买票，这样怪异的这样。那个瑞士的规定是不可以用钱呢。
连回馈金都不可以耶，公投通过后我们就给钱，那等于是就是那个没有钱的地方，没有弱势的人民就会因为钱被诱惑啊，哎、欸、这个是不是诱惑弱势人民，这个是企业会接受，是不是典型的企业会选择买票，怎么可以啊，就说你公投通过了你就给钱，他只要给、啊、公投不通过就不给钱，只要愿意公投就给钱耶，那个是说公投通过后我们要去那个地点再做进一步的这些场址的这个调查，那等于给地方一个奖励、啊、因为我们去调查，还没公投之前你没有调查、哦、还没有啊，我们没有公投之前你们就签的啦，没调查，那你们公投前有初步的调查，你们凭什么挑那个地方，那将来公投通过后我们要做细部的这个调查，是这样子、哎、多少，那是一个奖励的，1500万就对了，奖励还奖励嘞，哇、哦啊！那为了那个为了通过的那个地方，那就是企业会选嘛，进一步的通过公投通过之后，我就有钱嘛。我跟你讲，那这个是有这样的做法。我跟你讲，动瑞士就没有，我去瑞士访问过了。对对，那美国能源部现在也在提，瑞士的核废料法处理法还规定不可以用钱来引诱人民，哎。美国能源部现在也在你这样的一个方案，但还没有确定，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哎，还没有确定。胡中现在又讲说有这种想法，没有这样方案。瑞士的核废料处理法就说不可以用钱。这个东西如果他同地方同意要作为这个这个储存厂也好哈、哦，这个部分哈、哦，你们边地方的回馈，其实你刚前几项我们都没有意见，但你在公投这个阶段就要给钱。我们是很有意见的，建议之后的努力，过了以后，他都还没开始设置，你就开始给钱。那就是契约会选嘛，你通过之后就有钱啦、啊。我们通过以后，更恐怖，做进一步的调查。有没有因他的通过跟给钱有没有因果关系、啊？没有，你们没有调查，你们凭什么挑那个地方嘛？好，那就我们这1500万，各位要删除掉。删除，同意，好，同意，好，删除。好，接下来我跟委员报，刚才我们报告过了，包括这个公投这个部分的哈，总共加起来就2亿9200万了。啊、哦，所以我们整个编的里面回馈就只编了3亿1000万了，是剩2000万了。对，那我们是不是总结我们3亿1000万就好？因为我们那没有，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那个里面你也没有给我们明细，只有你有，对不对？在林昌明这边，你那个细目，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没有？来，应该给我们每个人一份嘛，这是为什么？这个还有没有？再没有。储存回馈金有包括蓝屿是不是？还是和一二三都有？那因为这里面我们还有蓝屿的敦亲睦邻的钱需要的钱呢、啊。所以是不是建议说就3亿1000万？就留蓝屿敦亲睦邻，其他什么叫地方是储仓库回馈金？那放在你们自己的厂区，为什么还要回馈金？给地方回馈。那就放在你们的厂区内，为什么还要给回馈金？你们讲那个那么安全，百分百安全，为什么还要给回馈金？一定的办法了。当初是说，因为储置厂还没有移到储置厂之前，哪个办法？哪个办法？给我们看一下。因为地方热性核废料最终处置厂址里面没有这一条啊。所以我们这个建议3亿1000万就好。啊，这样子啊？不，问题是发给董事长。总经理建议就出了，刚才那1500万，再上个1000万，好了，所以你们那个公投公，你们那个公，地方设性核废料那个废弃物最终处置选址公投公沟通工作，这个是什么？你们还编多少？去做广告，700多万，对啊，什么幸福金门？这种东西都要中性，让人家在资讯上对等。不要你们花大量的资源去买那个700多万，应该也要删掉。你们现在都在1500是删哪些的1500？你们讲清楚啊！公投沟通工作那个700多万删掉，然后还有呢？他是摊提完成本以后，他如果把成本一起现在回算起来，也不止这个钱了。你们那个用过核子燃料新建回馈金，1亿2000万，那个是要用在哪里呢？请问？你们用过核子燃料新建回馈金要1亿2000万要放哪里？这个是我们干湿储存新建是多少年？地方的回馈。这是通过以后开始做了以后开始设置储存厂以后的回馈金呢？新建中和一二新建中干湿储存新建中我们承诺给他们的回馈金呢？啊，那对当地的啦，对当地的，在新北市的。
就是那个合一合二当地是。好了，这个我们回归到这个部分，占一千五，好 ，OK。就算总共算一千五了，好不好？就这个哪个部分？就奖补助、捐助。对了，那你新建，对不起，那个委那个主席，捐助、补助、奖助，给我们一张嘛？怎么我们以为大家共用一张呢？来，这个请会务人员引一下吧。然后二十四案，也是一样加补，二十五案也是，二十五案，低放射性储存计划。年度预算那个1,339,500元。蓝宇才700多万啊。就是那个这个厂址的这个奖励金啊。卓宇减列879,500元。二十五万。这是针对蓝宇吗？二十五万，我报告一下，包括蓝宇，维持蓝宇还有减容中心安全运转。你们减容中心烧出来的东西，烧到那个辐射那个物质都跑到台北市、新北市，那个有人在101大楼附近测到那个超标啊！你们减容中心的那个资料送给我们，你们送进去。烧之前你们都有称过嘛，有量过嘛，那出来以后那个辐射量呢有减少吗？职能不灭定律你烧过之后一定会跑掉吗？好了，这个都符合25万才减少，符合法规才会排放低放射性废气。我们这一项不要删，因为是维持蓝宇储存厂跟减容中心的安全运转。我有报告，这个是蓝宇储存厂哦，跟核厂减容中心的营运费了，不要删了哈，好不好？25万车案是，不要删。不是，能不能用一个主决议，就是请他把减容中心的资料送到我们经济委员会给我们看？好，他减容中心。我们这样子好了，25万改为。本来是三减案嘛，我们把它改成请把这个减容中心的资料，对那个所有的记录送到本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二十四小时，你们有二十四小时连续监测。田委员，田委员，你把那个具体的提案弄过来，我们赶快处理你的提案，赶快写出来。26万还是要修正哦，25万还是要修正。等26万，25万先保留，我们等一下回头处理。那把具体的案文，请田委员你好，我们来先保留好。26万的话，就是应该是并同25万一起处理，它只是删的金额不一样而已。都是同样的吗？都是减容吗？低放减容。对 ，OK。低放，都是低放减容的。好，那27案是减案是25、26案，我们暂保留，等到那个具体的那个法条，把它弄好，我们再一并做处理。27案低放最终处置场，刚才因为低放2,9533万。刚才已经并到第十九案处理的。第十九案处理过了吗？对对对，都是。第十九案我们同意了吗？你们那个广告费是广告是吧？4亿减2亿。对不起，主席，请说。他这个2亿9000万里面哈，广告跟那个印刷装订费。那我们十九案，刚刚你还没来的时候，我们处理过了。啊。我们4亿减掉2亿了。好好好，谢谢谢谢。第28案。一样。28也是并。也是一样的哈。对。那就是并19、20、21。那个好，29案业务宣费的已经并到第14案去处理。业务宣管，对，业务宣导费去处理，3,500,000了。30案服务费用，就专业服务刚已经并到19案处理，3,200,000，不，2亿，抱歉。30案已经并到第19案，3,200,000了。嘿，是89、20、21，我们刚处理那4个案并对。31案的话，哈，这个是不是比较有些技术性？我们请我们的技术部门做一个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计划，请告诉我们，你真的要放在花莲吗？廖委员，没有，不是，我们这个是用过最终处置掉，我们是按照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的规定呢，那里面核定的计划书来办理的，那这个是必须继续依法来执行的案子，所以我们建议这一案呢，因为是属于专业服务，已经并第十九案来并办。那刚刚讲的就并第十九案就是3,200,000这样。因为你们的2亿是删哪几部分的2亿？你们讲来的总额4亿多3,200,000这样。那两亿里面我要包括这个全部删啊？
那个两亿里面能、这个、是我跟你讲哈、哦，你们在金门，你们在金门也专，为什么你们的预算明细上面写的是本岛？啊、你在金门也钻井了？金门你们金门还钻很深呢、欸。以前钻的，那我们现在只是在继续那个收集资料。这样子，核废料最终处理还是要继续进行了，核废料处理对对对对对，这个造成环境还是。所以你们是在本岛的哪里钻呢？你们打算在本岛的哪里？啊、没有，像本岛过去有在花莲，不过那已经停了嘛。那我们现在那你们还有哪些地方要钻？目前没有，目前没有。最终处理对对对对对。现在的核电厂反而是不好的。不，现在问题是他们打算在哪些地方钻，要让我们知道。他现在说花莲他停了嘛，然后我说问他说在本岛的哪里钻，他说没有嘛，啊没有，你编这个预算是要做什么？他还是有很多，比如说地球物理的探测等等，这种话不是用钻探的这种方式，有很多这些要做，还有一些这个分析软体程式的分析等等这些工作。所以现在没有去找。而且没有在钻就对了。对对，没有在钻。那、啊、所以你们是做什么？你们地质调查不用钻，那你们用什么？说地球物理探测，还有我们以前有做过这个用人造卫星做地球物理探测，对对，那些相关的资讯，还有说电能又不是在做科学。嗯，他们核废料最终的处理还是要处理了。对对对对对对。要放在电厂里面也不行了，电厂到最后也要。对啊，这个是了解，但问题是他们到底把这个钱拿去做什么嘛？哈，1亿7千万呢、欸？那要不要再把这个更详细的报告？服务费用哎、欸，我们上次有提供。不要，我跟你讲，等等等等，做个专案报告了哈。但以及你到底在做些什么？好，我们做个专最终的这个核废料处理。建议主席是，我们是不是做个报告案？我们一下做个报告案呢？主席，因为我本来是写三处，因为我是觉得说是这样子啊、哦。嗯。我们中央地质调查所每年也花了很多钱在台湾本岛做很多的地质的这个调查哈、哦，科学性的调查，所以他们这个应该有重叠吧？我是觉得1亿7千万删至少删一半。不是，我们现在31案已经并19案已经删了，剩2亿，现在要补一个，要加一个补一个详细的报告给。2亿里面你这边占1亿7千万嘛？我是觉得说你这个。叫你这个最终处置的这个服务费用1亿7千万，我是觉得至少要算一半，你不要给我1亿7千万还保留着。好，最终处理厂的经费要找这个，我们要支持他的。对，但是我是觉得他不可以浪费，不可以用最终处置厂他在找的那个的名义，然后再浪费钱。做个专案报告好不好？那文字我们现在后面拿一下。我建议删一半，然后冻结一半。我觉得不要删了。我跟你讲，这个部分因为并同十九案已经4亿里面删2亿了，按2亿的部分，除非我们再特别指明这2亿部分要包括什么，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案原则上已经处理过了。但是我们可以要求台电再把这个书面的报告提到这个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他这个删2亿，他那个里面这个服务费用里面他占多少？他准备三，他提书面报告给我们，那我们要择期安排专业专案报告，好不好？书面的专案报告有关于那个潜在处置母盐特区调查，你评估这个工作的内容。调查好多年来都一直调查，我都还看过。花了多少？我跟你讲，你提书面专案报告给我们，那我们委员会这到时候的招委会认为有必要的话，再会提要求你们做。我们拍专案呐，哈。好，那我提冻结案，好不好？不要了，这个31案它不符合了，撤掉了。因为我可以告诉各位了哈，这个从这个核二端开始以来啊，这个整个最终处置厂啊，一直来都找不到，啊，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办法。我想台湾的环境大家都很清楚了，啊，设焚化炉，但是不要设在我的好家乡，啊，说对，所以这个是的确是有困难的，不要再天马行空。另外，这个也不是这个里面所写的哈，这个错字啊哈，什么违反的违错字，什么马总统核恩资讯公开，这个里面还没前任的总统就已经这样做了，又不是现在才做了，所以我建议这个案子还是不要了，撤掉了。那个我想这样子啦，这个不是针对我把话讲明了哈，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
他们发现哈，你放高阶核废料的地方要保证100万年安全。2004年，美国联邦法院根据这个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判决，要求美国政府要保证他放核废料的地方要100万年安全。所以2008年，美国联邦环保署就改了他们的规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台湾找这个地方要保证100万年安全的。如果找不到，要早一点跟我们讲，不要一直编钱，一直花钱。台湾找得到这种地方吗 ？OK， 好，我们这样子。根本不可能找到，你们是把你们借由这个名义不断的编钱，不断到处挖。台湾才多大？你们已经挖了十几年了。不是啦，这个我也说明一下啊，这种东西有邻近国家是要的，哦，我想你们都很清楚。可是我们这个要经核报到啊，哦，这个核准人啊，哦，他们不是 不准许的，这个过去我们也听说了，对不对？也检讨过了。那在台湾来讲的话，哪一个包括离岛啦，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来做这个的。那你们应该去设法要怎么样寻求民意，如果能够沟通，当然我们都很乐意来协助你们，甚至于替你们来哈。哦，这样子来说的，我们也愿意，但是你总不可能每年编这么多的钱浪费，因为这个以后再留子孙呢，这个还要做储存呢，这不是来做广告就可以的，嗯，好不好？好，那所以说三十一案的部分，我们要求哦，这个台电要提出专案内容修正，书面专案报告给基本会，过去花多少钱？基本委员会。调查说什么？专案报告包括要涵盖过去的成效以及过去所花费的经费。经费好，以及结果对，好不好？然后未来的预估，你们有没有办法找到那种保证100万年都不变动的地址在台湾？哎，天文员，写个主决议了。好，谢谢。好，那三十一案要保证100万年安全了。做这个记录，做主决议，交给我们专案报告。议事人员。陈九杰，我们刚才讲星座，来出主决议。好，主席，来下次写一下，你们刚才写一下，来写一下了，拜托。还有一点，我请教一下，把所有核核弹过去啊历年来所有的花费，他的调查啊，以及他的这个回，他的储存、选址、机场，总共花了多少钱？来跟我们反映，我们来拍一个专栏报道。好，好。还有一点，我请教一下。事实上，我们看到我们在当初设立核电厂的时候，跟美国有在核能方面有协议嘛，啊，那美国方面也要协助我们处理核废料的终端处理，那他们有履行他们的这个 obligation 吗？没有，都没有做到。跟委员报告，那个有这个协议里面并没有这个条款。他有协助我们了，有啊。没有，他是说那个叫做我们跟美国的民用核能合作协定，那这个协定里面并没有写说。啊，我们的这个用过核燃料和核废料，他们要帮我们去，并没有谁。他有说协助我们处理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吗？没有，好，把这个协议找出来好不好？这个要协助处理，而且我们本来是有其他啊邻近的国家来做处理，而且要经过他同意的。好，我们回归到没有，要经过他同意。回归到三十二案，这个有没有？周系，可不可以我来薪水？因为刚刚有关那个专探那个哈，上次我记得跟教育文化委员会联席会议的时候啊，主席我们招委有才是说要请台电要提供，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哪个部分有提供吗？提供给我们委员吗？还是你只给招委而已？有提供到教育委员会去吗？那你会再给我们一份？为什么没有？委员办公室没有啊。对，我跟你讲，你们说有，那你就再提送一份给何委员，好不好？对，那我再请教一下，我记得我在关心那个，你们几乎每个，包括低阶、高阶的一个废弃物处理的一个计划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所谓的业务宣导费用啦，或者是什么奖助啦、补助啦，我觉得那个都高度的那个虚编啦，应该要砍啦。我刚刚看到里面有好几样，我不知道主席有没有处理到了哦。都处理了，都砍了吗？我们刚刚有处理了。砍了，好。该砍的砍了啊，嘿。刚刚砍了2亿多。好，三十二案跟前面的那个哪一部分有一样的吗？印刷费、装订费。
不用啊，这不是专，不是专业服务费啊，是最终处置计划工作经费2亿9533万，你最终处置还要广告啊？这是跟第几案一样的？怎么什么都跟十九案，十九案怎么能包山包海都包那么严重？我们翻回到十九案看。十九案是专业服务费嘛？那这个案有广告费啊？你不要糊弄我们哦。广告费至少广告费要全三嘛？你们那个幸福金门竟然敢做那种广告，这么幸福放在台电大楼好了。核后端基金102年度于低放射性费用最终处置计划下编列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计划工作经费2亿9000多万，这个跟专业服务费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的吧？科目看起来是不一样啊。32案啊。我们报告哈。我们32案除了专业付费以外，还有那个印刷费、广告费，还有捐助补助讲助费。我跟你讲，32案陈明文委员要我们等他们，我们现在要先摆着哈，先挑到33、34，处理完之后，我们再回到32案。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这核电厂要报有关于这个台美民用原子能合作协议啊，是到明年到期嘛，对不对？明年到期，美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主管防止核子武器扩散的助理国务卿啊，这个 Countryman 啊，这 Countryman 啊 ，Thomas Countryman， 他去年还特别致函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表示联合国今年就是我刚刚引述的这个原子能总署啊，他引述的要求核能管制跟安全单位啊，要确保财政上和政治上完全的分离，而且要确保核安管制的独立性跟技术能力啊，就他对我们的这个。政院的改组、啊、他有强烈的质疑啊，说如果在这个质疑之前，否则的话这个续约很难谈啊。那你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特别要提醒，市长提醒。经济部的行政院的话，这个原能会的这个未来的改组是有不同的。那我们地方院早就做成决议，说要这个核安会应该是提升位阶，这个不应该放在科技部下面，应该这个。但你们到现在又听说院长又同意了，可是组织法又没有送来，然后又在我们这边再提案再协调，然后现在还是在科技部下面。那个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本地委员讲的这个concern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很严重。但是我们回去报告行政院好了，好不好？你刚才要求行政院，我们赶快处理。你看美国就是因为这针对其实是我们的内政了，但因为牵扯到台湾跟美国的条约的问题、协议的问题，所以人家美国有做这样的表态。我们要提醒行政院注意这个部分。认为我们的核安管制单位欠缺它的独立性。好，不过现在处理也没有用啊。32案，独立还拿人家的钱又有什么用？32案，我们陈伟对不起，已经讲过了哈，那个要等一下。33案。33核后端基金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计划，这个专业服务费已经讲过了，对啊，这个跟19案一样，哦，并19案，这并19案，这没有了，哦，没有了，好，34案，核子设施处理拆厂及废弃物处理及最终处置计划。这是专业服务吗？慢慢合一合三到期了，多退掉。你19案是天案，是每个案子都并19案，大部分都是专业服务费。那我们才砍2亿，太少了。那你这个案子总共多少钱？你都并19案，总共多少钱？才4亿而已，哎。4亿。包山包海都并19案。你这个跟这个是1亿2000。就是那4亿8000万里面的吗？拿出来看。对，这一亿两。我跟你讲，你如果欺骗本委员会，全部让你砍掉。是里面的子项目吗？对。那我们看看。好。专业服务费总共4亿8嘛。然后就好多个计划，好多个计划，你们记起来。好多个计划，这个计划里面，储存计划、分厂等。这是蔡叔社长啊，哦，OK， 好，那就并19案，好，那这个案子，
就好，我们现在休息三分钟，等那个陈委员来过来。陈明委员没有过来，我们就直接处理三十二案。处理完我们就二五二六，二五二六，二五二六。哎，三十一案那组决议了。二五二六是因为那个我们就要请田委员拟一个案子嘛，好，案子还没出来，我们先宣读临时提案。人家美国都要有没有符合？等下再回头处理。请议事员宣读临时提案。我们有好几个临时提案。临时提案第一案，查经济部电费及调整电价所依公司系采取49年锁定电价费率公式，然而该公司不仅不符合11期。欠缺成本控制，又因与有效抑制成本机制，造成台电公司之无效率经营、非必要或不合理等支出费用、助力变压器采购等重大弊案所衍生之损失，也都全民买单。唯立法院于第八届第二会及第十三次会议中审议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业已通过决议，要求经济部所属台电公司电费之计价公式，经济部应于半年内减负至立法院审定。然而经济部迄今未依立法院决议将电价之计价公式函送立法院审议外，更未撤销调涨电价之公告，原严正要求经济部应即撤销今年十月将行调涨电价之公告，且未经立法院审议电价之计价公式前，经济部不得调价电价。提案人黄伟哲、高志鹏、陈明文、林昌敏、黄昭顺、苏振兴、林代化、许忠信、丁守中、李庆华。临时提案第二案，为考虑民众负担、减少企业成本、提高民众消费信心及产业竞争力，以全力拼经济践行，经济部考量国内经济条件，针对102年10月第二阶段电价调整方案之时程及内容进行检讨。提案人廖国栋、丁守中、徐耀昌、李庆华，联署人简东敏、林昌敏、黄昭顺。张家俊、黄伟哲，宣读完毕。政府法令嘛，对不对哈？我们公司的组织改革配合这个自由化，我们做一个变革。总经理也做一个规划。对，我们有正在做。对，马总的改革应该给大家教一教而已。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自己不管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自己公司。我们现在先那个有印了吗？临时提案。因为我也印了哈。好，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真的改革以后啊，还是要有点货，有才有竞争力啊。对呀、啊，现在花的钱不是自己的钱去了。没有，临时提案已经宣读过了，我们现在还有几个案，先协商完再处理临时提案哈。本来就是。这我想我们这个当然已经三分钟了。谢谢谢谢谢校长。要挽回。你给蓝宇的多少钱？700多万，是不是？才多少钱？蓝宇可以坐三十。你坐过去那边，不，你坐在那边比较好。万一要讲到临时，我们要去。爸爸，那就注意啊，那个。好。好，而且不是方向表。这个我不记得了，只是冻结。好，我们现在处理25、26。哇，这个新闻好多啊！32案，因为跟27案是一样的。明年到期。32跟27是一样，我们27案处理过了。25、26，25案，各位委员，那个刚刚那个提案你了吗？你好了吗？来，各位委员联署一下，那个刚刚要求台电提供资料的那个主决议已经拟好了。来，下次看一下。25、26。31案改。彻底解决。没有，这是31案的主决议了。那25、26，田委员那边要拟一个主决议，我们有两个主决议啊。这是31案相关的主决议。哦，这是31案田委员拟的。没有，31案归31，25、26归25、26。31啊，他说31。彻底的侧写错了啦。我也看了双人盘。对啊，我刚才也认为说这个侧写错了。
我一定要说。那就避开，对的。提案请台电公司。啊，对，可以。啊，不是，在那个之前可以，就是因为是经费、那个工作项目及成果等提。啊，那九点半是吧？九点半啊。一百万年呢？这种东西就是要一百万年。那个我们在里面过滤内容会那个。什么纳入评估？美国的法律规定要保证一百万年，什么叫纳入评估？可一有没有？你要报告中央拿啊，我会收，我们会做决议。成果要改进程嘛？进程啊，三十一啊，好。啊，还有那个委员建议。31跟31案相关的主决议，来，陈委员。其实以网络公布的，不是万福平安。我们就是他那个烧之前后燃烧前后的那个变化。因为这个都其实都有报给。那田委员，你的案子好了没？我来领。下次那个案子好了没？我有运转流，当然就会这一次。对啊，只是说要像有一些，就是其实大部分现在的污染的都会有二十四小时连续监测。对啊，我们那个监测。因为现在被媒体踢爆说，在台北测到辐射值比其他地方高、啊，比东京还高、啊。所以现在大家就是在。那所以我们是提案说，是不是要不然就找一个也是像在地的团体一起进来做监测，然后大家一起做，大家因为监测，那是原则人委员会在，因为他是安检官。好嘛，啊，至少拿这个去跟他们谈，说要这样做了，至少大家没有话讲，要不然你在101测到那个高的辐射值，大家吓死了。对啊，那个《苹果日报》记者住在内湖，他们家里测到的那个辐射值超高的。对啊，他搞不好用了，他搞不好他是辐射钢筋。说那个检查中心那个排放的那个点的辐射屋。他们住在内湖，等于就是那个风向刚刚好，检查中心那边。对啊，检查中心那个都有，那个都有监测。年龄会有，那个都有，都有监测，都有监测。不是，在哪儿？主席现在怎么样？就啊，好，第八案了。第八案呢？第八案呢？主席这个部分呢？修正什么？好不好？和市场反应炉啊。啊？加上和市场反应炉啊。加上什么？报告陈委员，我们不敢了哈。我们我今天要因为主席，我请程序上请确认的哈，对公，会议没有结束哈，虽然我慢到哈，但是这个主席是我提的，对，是不是我可以哈再我可以再发表看法是不要我还没有发言就告诉我说这个已经通过了哈，这样不好好不好？好，因为我们会议没有结束哈，所以我想纵使说结束，明天要先读记录啊，我们都还是可以再对再，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哦，我还是认为哈、哦，应该是这个主决议内容哈、哦，其实都跟哈、哦、跟你们这个修正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哈、哦，因为事实上你们的这个就是干涉指引这个部分哈、哦，你们本来就是应该要去做的嘛，好、哦、说不需要在文字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主席就是说，还是希望要求台电哈、哦，在妥善处理现有的核废料这个置放的问题前哈、哦，不得在核市场注入这个燃料棒，这样有什么问题吗？好，那陈委员提案要回到这个地方要。他坚持要认为说要照原案，那不得在核市场的这个。其实刚刚丁委员也是支持陈委员的提案的。什么机啊？我支持啊。
加反应炉。反应炉。加反应炉了。他也是原先就加，就说要加反应。材料棒已经送到核市场了，不能放到反应炉里面了。好，可以，好，可以，好，不得哈，好，完再。那怎么样？现在都一样，核市场的反应炉哈，注入燃料棒，好不好？好，反应炉好，可以，我同意那个丁委的那个修正。那现在第八案是反修改文字，就回到原提案要求台电不得以核市场。的反应炉，哈，对，原提案要求台电在妥善处理现有核废料对置放问题前，不得于核市场反应炉置入燃料棒。对了，这个是不是请这个陈委员再予以考虑一下？因为啊，这个一二三厂的这个燃料使用过的燃料跟核四的燃料是两件事情，这样的话，这个互相的这个。恐怕没有什么关联性，是不是？能不能？总经理啊，你没看到美国最近这个印第安角的这个核电厂的问题，就是跟其他电厂没关系啊？为什么十九家电厂现在停止它运转、停止它执照、停止它申请呢？对不对？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形嘛。就是你最终燃料棒的问题你不解决的时候，你这边新的你就不要搞了。所以还要做。但是因为如果同一个电厂，如果旧的这个使用过的这个没有办法处理，我们可以这个新的不再置入。但是它是另外一个厂，跟这个总经理，你不要装束啊！你去美国念过书，美国加州议会就通过决议，你的那个最那个用过核废料。那个高阶核废料没有办法处理之前，加州是不可以这个重启任何新的核电厂啊，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啊。全世界高阶核废料现在都头痛啊。多少资料？啊，我想说还是基于尊重委员的原则啦。U.S. Nuclear Regulation Freeze 19 Power Plant License Decision， 对不对 ？Nuclear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啊，对不起，那个丁委，我这边说明一下，这个案子呢，实际上美国这个判决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判决，那原则上它是，NRC 败诉，最主要是程序正义跟那个技术的瑕疵两个层次。对啊。那程序正义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在做这个 WDC， 就是废料的信心度这个地方，啊、他原先 Akamantan， 对，还有这个 TRS 这个地方哈、那接下来他技术上后续要做这一部分的考虑，要做这个环评的这个，那还有60年漏水的，还有火灾的部分，那 NRC 呢，他后续要做就是说。他要在2014年，他会做这个环评，对啊，做完之后他修法之后就可以这个就经过国会同意啊。那这个地方的话，他目标是2014年是。我跟你讲，现在问题就回到说，我们事实上提出修法的方案。对对，那原则上跟那个。没错，那原则上就是研议的，他要考虑研议啊，研议他暂时就暂停了。因为他没考虑到60年的这个漏水跟那个火灾，但是要评估完，对对对，因为至少修法完就可以。在现在的这个核废料燃料用过的燃料棒放在现在的核电厂里面呢、它是严重的违反了这个 waste confidence 的这个相关的性 ruling 的，对不对？是。那所以说他现在修改这些相关的规则，因为原先他的判定就是。啊，因为这个 Snyderman 去美国的联邦这个，因为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回到陈委员的案子本身，就是说我们认为说核一、核二、核三的核废料处置，我们认为说你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确定处置方案之前，我们核四不得放燃料棒。一样的情形、啊，就是跟美国的上诉法判定是一模一样。其实我甚至可以不管美国判例怎样了，我就是要做这样决议。啊，台电，你们觉得这个东西不要这样做？那可能赛场委员都同意啊，都同意要照陈委员这样子啊。没有，主席还有丁委员，我觉得最离谱的是，他们台电送到原能会去的辞呈说，民国144年我们会有一个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厂址，但是他的地质调查报告要到民国107年才会送到原能会去审，所以到现在是完全 country 搏击。三民会拢唔知，民国107年，你们是不是总经理？你们是不是市长？都还不知道哎。所以我是说，今天陈明文委员跟那个黄伟哲委员这个提案是天经地义，非常的有道理啊。好，我跟你讲，我们主席要做裁示了哈。我们还是因为这个第八案本来有经过这个修正过哈。那现在我们要回到陈明文委员的原案，那加入在核市场
加入反应炉三个字，请问在场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哈，那就通过了。修正的对吧？按照陈明委员原案加入这个核市场加入反应炉。你们讲说按照陈明委就是根据陈明委员的决议，跟这个依据丁守中委员的修正意见，好啊嘞，依据丁守中委员对陈明委员提案的在场的委员都不予通过啊。反应炉是我讲的不，最好是丁守中，就是要曹委有共识。啊，也许在场委员这样通过哈，那第八案通过，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主决议哈，针对第三十一，针对第二十五、二十六啊，以及第三十一案都已经改成跟田委员协商后，有改成两个主决议了哈，那请议事人没有。来，请议事员宣读。那请问，针对这个是25、26案的这个主决议，台电低阶核废料减容中心焚化过程衍生辐射物质污染大台北地区疑虑提案，减容中心排放之废气应邀集在地人民团体进行平行监测，并进行24小时连续监测，及时于网络公布辐射值资讯，含燃烧前后相关数值、风向，并按季汇整资料，函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含相关数值、风向、飘落处，修正，并按季汇整资料，函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这个针对这个提案，联署人提案人田秀锦、黄伟哲、丁守中、陈明文，请问在场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台经济部杨次。报告主席，这个好像我刚刚本来是说减容中心相关的资料要送委员会作为一个主决议，那现在好像我听到有什么什么人民的平行监督啊，那些是不是有一些是有且参与嘛？对啊，你们那个大开大合，这个事无不可对人言者，对对对，不是我的意思说平行监测，大家现在担心的就是你们台电那个不是你们台电跟原能会长期监测全国辐射值最低的地方，建有在兰屿、金山跟万里。你们自己真的做过头了，做到大家对你们失去信心呢、啊？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哈，梁次，我没有什么恶意，就是你让那个民间团体平行监测，他们公布出来，如果跟你们一样的话，大家就没有话讲了，这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对不对？民间参与这个都是现在都已经是趋势了。监测他有的资源吗？那他是要找第二套人马，第二套的这个不是我，要让他们这些。环保团体派人一起看，看你们公正性就可以了。这火电厂六轻都有平行监测，你们这个平行监测不会怎么样啦。先来这边做报告的之后，要做不是平行监测啦，哎呦。让环保团体派两个人一起参与看看嘛。他们就知道你们做的辛苦啊。现在都是公民参与。不是看你们啦，平行监测台中电厂就台中火力发电就编了另外一个经费做平行监测嘛。台中火力发电厂就这样做啦。其实我在学好，我们针对这个提案，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通过。好，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提案呢。25、26跟31都有了。都通过了吗？没有啊，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有
那这已经宣读过了，平行监测这个已经宣读过了。那另外一个31案，好、哦，鉴于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计划之推展，关西核电厂除役后用过核子燃料之彻底解决，然而依现行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计划书之规定时程，需是民国144年方能完成最终处置厂之新建，且其实时程尚有其不确定性。原提案请台电公司就目前推动最终处置计划之经费、工作项目及进程等，原提案请台电公司就目前推动最终处置计划之历年动用经费、工作项目及进程等提书面报告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另另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决议，用过燃料棒最终处置厂需保障百万年地质稳定，台电未来之最终处置厂厂址亦应确认该地质百万年稳定，使得进行最终处置工作计划。好，提案人黄伟哲、田秋瑾、何新存、丁守中、陈明文。来，廖委员，请问各位在场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好，那第32案特别为来陈委员的提案了、啊。来，在哪里？32案，请问要冻结二分之一，因为我们刚刚那个，请问没意见吧？哎，这总经理，你有没有看到金文的那个广告啊？哦，里面立马给他公解里面的台电的思维是什么？为什么会登这种广告？这么荒腔走板的广告会登在里面，太侮辱金门人了吧？这个我想，这个在前有一次记者会，我也向这个大家道歉。当然，我们想这个是一个执行单位啊，他们这个不是这是什么思维？里面是什么思维？你告诉我一下，说这台电的思维跟一般民众的思维会落差这么大吗？我是觉得台电。我们认识的台电人员都是相当优秀的人，基本上他们的水准不应该是这么低呢。是是是，我那是电视看的，我也感觉足离谱到极点呢。一定要把金门人当作小学生都还不足的这种，错，这是在太侮辱这个金门人。不是，那个确实是非常的不恰当，是吧？哎呀，这是离谱啊！所以我认为哈，我认为事实上。因为你们的这个广告费用太多了啦，哦，所以才会这么滥用。所以我还是主张这个主席，我们现在是说，那这样子讲哦，讲要给他冻结呢，你知道不？我看我这样子啊，如果说大家有意见的话，要不然就是印刷、装订跟广告费7500，我们就把它删除就好了啦。7559万，对，7559万，1000万，这个部分我们就删除掉，哦、以示哈、哦、啊，这个给这个台电的一个警惕啦，要不然台电的钱太多了啦，太多到这个钱花到这种程度，这哦别公股这个弯砖都不老用哎，公股完了公股，5000万，把人民当趁人不足，然后引以为傲。对啊，好，那如果陈明文这样刚提到，陈明文委员刚刚提到这个，针对印刷广告费编列了7559万1000元，全数删除。好，同意。那个、欸，主席，你要一家那个，你们那么离谱的广告，该切就切切我嘞，花人民的纳税钱来登这种广告来侮辱人民，这种事你们做得出来？正因为这个广告费不是你们自己的口袋的钱嘛，抱歉，如果是你们自己口袋出的钱，你们会去登这种广告吗？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刚才在处理第14案的时候，已经删了月薪费有5000万嘛哈。我再跟对着第一点，第二点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在102年度后端基金总共编了9800万的月薪费了哈，月宣导费，那其中有7500万。就是刚才陈委员关心的这个
最终处置计划向下来编列，所以剩下里面已经大部分都删除掉了。那台电的报告刚刚说，已经第一个十四案的时候已经删减5000万了，然后第二点是说你刚刚讲说。因为整个业务宣导的总共各计划同你们要宣导什么嘛？现在目的因为刚刚有别的提案，里面是把所有台电的这个核后端基金的业务宣导费，好、哦，都已经删减7500万了，所以也包括这个部分也被抽出来删减7500万，总5000万呐、啊。5000万了，对，5000万已经把那都删掉了。嘿，那你们剩下2000多万，你们要做什么嘛？想说来听听、啊。是呢，迄、那个主席，我这样来讲，意思讲，咱是安尼呢，就是讲，伊的最终的这个计划里面有两亿几嘛，两亿九千几嘛，吼。啊，那你讲，伊主要的包括是印刷这个部分7559万，我刚才给伊删掉7500万，所以就是2亿多，2亿9000几减7500万安尼样呢，安尼呢。安尼，对恁安尼敢无够哈尊重？我报告一下，唔知说明一下哈。当初咱减5000万时，总数是9800万删5000万，这里所以说在9000，啊，本来是2亿9000万要给恁二分之一呢。不是，另外的报告一下，对，十四案的时阵啊，十四案有一个印刷专利管费9800万，就包含你讲那7000多万在那里面的。那刚才除了删掉5000万，比你要删的还要多了。不是啦，我没有删的比较多啊，对不对？就这两亿，我现在这里是这个2亿9500万的二分之一啊。对，两亿就不是全部都是业宣费啦。哦，我知道啊，里面有印刷广告啊，还有专业服务啊，还有补助讲座啊。要问补助讲座2000多万，把它删掉好不好？那已经删掉1500万。那刚才也出，如果删掉1500万了，啊？那捐助的部分删掉1500万，刚才讲了公投那一部分的宣业宣费删掉了。没错、啊，所以我这边来讲，就讲我就改主张，能，因为你这边你来搞公安那公益删掉1500万，那就是说我们原来的总多的2亿9500万，冻结二分之一的部分，我们就改嘛，改剩下就是我们只有给你删去广告费用啊，那就对了吧，7500万，啊不您，您是要开啥？陈委员，您我问你啊，这个总经理。你知不知道这笔钱要花什么？你有没有看？你注意看啊！你当总经理，你要看7500万，不是750万哦。他要花什么？你知道吗？你怎么怎样？我们总是也要做一些这个推广，因为这个到时候一点成绩都没有。好了，你注意讲，你要做什么？你要讲清楚。处长在这里注意听啊！来讲，你讲。不完全是广告嘛，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完全是广告，我念给你听好不好？不完全是广告，没有错了，就是说，选组沟通费用。茶叶2盒，选组沟通费用这个茶叶20盒，哦，还有这个宣传品白米20斤，哦，还有这个这个棉绳过腰带，啊、哦，还有这个就是餐房这个社区观摩，这是从这些选发出来的哦，这个是不是募林基金哦？这不是募林基金哦，不是昨天在讲的募林基金哦。那哦，这个是你们现在的所谓这个这个印刷装订跟广告费用的分类哦。哦，现在这个是你们明细哦，你要不要看一下？总经理有没有知道？啊，所以你们现在怎么说服我们嘛？这个我肯定再去请啊，你要不一点办理说明会？嗯。在跟地方宣导沟通的时候，要办理说明会用，没有错啊，相关费用还有，当然没有错啊，你们不止办理，你们还办理劳动节表扬大会啊，啊，你们还办理这个选组的一个说明会啊，没有错啊，但是你们还办理这个劳工休闲的观摩活动啊，那一部分是，哎，你们还办理这个各乡镇的村里长的理由啊。我现在讲的这个钱都是你们花掉，你们的自己在预算的一个项目里面编列的哦。这个不是募林基金哦，这不是昨天在丁委员在电视上讲的这个电协会的这些钱哦，不是哦。哎，这是7500多万的项目里面的哦。啊，这样你们说这样，总经理、处长，你们觉得这种钱花的合理吗？合理吗？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业务推动，需要跟地方做一些宣导沟通，
那我们在办一些宣导沟通的时候哈，总是准备一些小纪念品啊。我的意思是，七千团有办什么？你现在是2亿9000多万里面的7500万，只是广告费用。你这里是写广告跟印刷装订哦。今天不是在讲活动跟这个理由哦。现在你们现在讲的，我现在如果我们要看你们这个细目的话，我只是看你们现在的主要。就是包括印刷装订跟广告费用7500多万哦。报告委员，我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说明哦？七千五百多万这一笔钱，你刚才讲说要删除这一笔钱，刚才在前面的讨论里要删的业务宣导5000万，我们就是要删这里面的，所以实际上只剩下2500万左右了。希望委员能够支持啊。我们先休息三分钟。好，那这样子，那我同意，就是照原来的哈，我们就是。这个2亿9000多万哈，就冻结二分之一哈，这个部分我就不改了。哦，阿亮哥啊，好不好？阿亮哥，哦，总经理，你那既然那讲个五啥啥，哦，阿你英雄所见略同，你讲喊我讲，拢讲赶快，阿你都买啊，阿就叫官来啊呢。赵先来，我们这个提案好不好？主席，休息三分钟。好，赵先来，我们的提案哈，啊，就是二分之一，好不好？因为我去立台过去扫，他已经是他叫我去买那了。这次2500万啦，我太屌啊啦！张宇瑞，太低的，这只四人，这只四人，这只四人，这四人，这四人，这四人，没没啊，就是三只，又没地方删了。嗯，这四人，这个案例是真哈，要抬高清班嘛哈。对，要抬高清班哦。刚我正话提这，我正话跟委员报告这。就是因这个案都要提吼，甲怎啊提多呢？我来五千万就要提这个啦，因为这个较大嘛吼，所以五千万就提这个，这种小数字我提这个了，就是砍这里。刚才讲的，哎，刚才讲就是砍这个数字了，趁你听我爸爸就是，还是要稍微去沟通一下，而且钱已经动资了。这个刚才那个案子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打算删掉这一笔钱里面的5000万了，因为提掉五千万啦啦，哎。不。真不用说了，所有，但是我们要杀就杀这个了，但是我们就杀这个了。那我可以在这边删几张写说删这个计划的这个经费5000万，明讲就好了。哦，已经删掉5000万的了。因为好几个项目都有这个删减。哇，你这专业，你这专业就专业中用删2亿，真也会删到了，因为。商业顾问，我起码要查的，因为他们事业贵，事业贵，对对对，他变成2亿了。我正那个，我知道啊，那2亿就像你们那个，那你要冻结这样子好不好？这边我们至少可以杀8000万也没问题啊，8000还是最终这里，高放，2亿不是低放了，2亿里面这边至少删一半嘛，因为它冻结上去就删掉，那2亿1亿7就删掉8000万在这里删，可不可以？就直接删啦，对啦，对啦，不是啦，等我这样抬两下，我等加薪抬八千万，啊，意思是安尼啦，哦，这抬八千万啦，这抬两下，啊，你就算了啦，好不好？好，我意思是我这抬两下，这加绝对是抬八千万啦，吼，那顶头抬5000万啦，吼，那下卡加吼，上下卡加，搁得1500万啦，这种，这个下个就不用再动了，就不用再动了，应该差不多删掉了，谢谢啦，谢谢，好，一些边，好像可以了，直的横的那哈，一代一代行的。好了，好，这样可以了，好，谢谢，谢谢，好，这样可以。好来，啊，你们跟那个跟主席讲一下，就这样的。来，主席，来吧，协商完成，来给。好，那个服务专业服务的部分就再删8000万了。专业服务费的部分，我们刚刚删减的4亿里面删减2亿的部分，好，删8000万部分，我记了，4亿里面我们刚刚删除了2亿部分里面的8000万，指定删减在这个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计划里面，好不好？好，那这样了解。还有，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印刷装订广告费，刚刚陈委员也提过了，里面有国内外参访费用，你们将来这个部分哦，科目预算执行台电要揭露一下，要充分的
资讯要充分揭露。好，还有蓝宇要除外。好，好，我们上来处理临时提案。哎，等一下，林主席，赶快先等一下，好不好？好，快点啊！好了，那赶快。进度过了。临时提案，请问针对两项临时提案、三项临时提案是？两项临时提案，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我们临时提案通过。谢谢。啊？好，行。对啊，都过了。嗯，都通过了。然后那个，请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结论。宣读协商结论，第一案一到七案均照案通过，第八案修正通过，就是倒数第一行不得于核市场置入燃料棒修正为不得于反应哦核市场反应炉置入燃料棒，第九案修正通过，最后一行哦。就最后是要倒数第二行，103年前妥善规划，并将相关计划送至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审查。哦，这个审查两个字拿掉。好，第十案、十一案、十二案通照案通过，十三案减列旅运费526万元，哦，不冻结。第十四案，十四案。15案、16案、17案跟29案都并14案来处理，减列印刷装订费5000万元。哦，对不起，印刷装订与广告费5000万元。18案、19案、20案、21案，哦，21案。32案，好，然后第二，还有27案、28案，还有30案、33案、34案跟32案，均并19案来处理，所以减列2亿元，减列专业服务费2亿元，然后含32案的哈，啊，对。对了，我这里含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计划8000万元，还有蓝宇除外。好，安利哈，22案、23案、24案，简列。捐助补助与奖助1500万元，25案、26案文字修正，修正内容念一下哈，修正内容，25案、26案文字修正为台电低阶核废料减容中心焚化过程衍生辐射物质污染大台北地区疑虑，原提案减容中心排放之废气应邀集在地人民团体进行平行监测，并进行24小时连续监测，及时于网络公布辐射值资讯，含燃料含燃烧前后相关数值、风向、飘落处，并请按计会诊资料函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6案、27案，刚才垫过了，27案、28案都并是。都并19案、29案并14案、30案并19案、31案改成主决议哈。鉴于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计划之推展，关西核电废料役后除役后用过核子燃料之彻底解决，然而依现行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计划书之规划时程。需是民国144年方能完成最终处置厂之新建，且其时程尚有其不确定性。原提案请台电公司就目前推动最终处置计划之
历年动用经费、工作项目及进程等提书面报告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另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决议，用过燃料棒最终处置厂需保障百万年地质稳定，台电未来最终处置厂亦应确认该地质百万年稳定，使得进行最终处置工作。30案刚才已经念过了，并19案哈，33并19，34案并19，宣读完毕。临时提案两案均照案通过，宣读完毕。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所列审查项目。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照列或照协商结论通过，其余项目随同调整或无列数。决议照协商结论通过，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审查完竣。关于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本会负责审查部分全部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函复财政委员会会总提报院会讨论。经济委员会审查结果需交由党团协商，要不要交由党团协商？好，院会讨论时由经济委员会本席黄召集委员委责出席说明。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好，买啦，你就讲好啊，已经要你协商啊。好，好，那请。好，请杨次长说明。就临时提案的部分哈，就临时提案一，有一个补充说明，也就是临时提案一的倒数第六行，它是说这个业已通过决议，要求经济部这个台电公司把电费的计算公式应于半年内简送至立法院审定，然而经济部迄今没有来做这个，那实际上半年的期限是到7月16号，所以实际上这个期限还没有到，我只是补充的说明。因此我是建议能够修改最好是修改，否则这我们的决议跟以前的，那我们是说迄今呢还是没有到，我们是说迄今到今天呢，到目前呢，因为7月16号的期限还没到，所以那我们就文字修饰一下，就到7月16号，是吧 ？OK。好，等等，我们把文字稍微修改一下，修改一下哈，要不要休息3分钟给你？好，我们马上同仁改一下。好，休息2分钟哈。对，好。好，谢谢主席。那个现在那个经济部再把那个文字润饰一下哈，那我再补充宣告一下，针对
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按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经济部主管台湾电力公司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附属单位预算，依照立法院第8届第三会期经济委员会第3次全体委员会议，3月21号照案通过这4项决议，列入审查报告，提报院会。经济部主管102年度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102年度附属单位预算也审查完竣了哈。我再次在补充宣告，关于10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本会负责审查部分全部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函复财政委员会会总提报院会讨论。经济委员会审查结果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经济委员会黄召集委员委责出面说明。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就通过哈。那最后啊，等经济部的这个关于我们刚刚通过的临时提案的这个文字润饰一下。那可是就王院长，可是我们上次议事录有确定把那决议2个字删掉了。好，我就把不要讲解事项，对，事项，不是，像是不是？不是，是你经过议决的东西，它就是。议事录上面没有决议2个字，但是是有提案，哎，啊，这样。我先宣读这个临时提案经过经济部认识过的文字哈。查经济部电费及调涨电价所依公式系采49年锁定电价费率公式，然该公式不仅不合时宜，且欠缺成本控制诱因与有效抑减成本机制，造成台电公司之无效率经营、非必要或不合理等支出费用，诸如变压器采购等重大弊案所衍生之损失，也都是由全民买单。为立法院于第8届第二会期第13次会议审议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案，借以通过通案决议，要求经济部所属台电公司电费之计价公式，经济部应于7月16日前检讨并送至立法院审定。倘经济部届时未依立法院决议将电费之计价公式函送立法院审议，将严正要求经济部应即撤销经102年。10月将行调涨之电价之公告，且未经立法院审定电费之计价公式前，经济部不得调涨电价。提案人黄伟哲、高志鹏、陈明文、林昌敏、黄昭顺、苏正清、林代化、许忠信、丁守中、李庆华。我们修正后，这个临时提案就是，修正通过哈，各位委员没有异议。等一下，简东明委员要连署，好，连署人加上简东明委员，原稿加上简东明委员。好，那你这样 OK 了吗？好，就是这个上面没有写决议，然后这个都有写，所以 OK 好。好。我不知道你们不够清楚。那这是不是如果委员会不审就不能涨？立法院审定。立法院不是委员会啊，立法院审定啊。是改成立法院未收到电价计费公式前，不能一定把它送到。不，那你这样，我们原先是要求我们可以审的、啊，没关系啊。你们如果，我跟你讲。
所以说那个委员会刚那个临时提案连署人加简东明委员哈，那我们刚刚经过这样宣告的这个附属单位预算已经通过了哈，那本人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OK， 我知道。哎，对啊，所以。